李斯丹妮现身美肩机场，烫一袭豆绿卫衣，搭配破洞牛仔裤，甜酷无比。李斯丹妮身上穿的豆绿色的卫衣显得清新又俏皮，充满了青春的味道，减龄度直达五颗星，自带随性慵懒的小调，不需要用太多笔墨去描绘，都能呈现出文艺的感觉。纯色的宽松设计，干净简约还显瘦，不挑身形穿。连帽的设计经典，永不过时，带着休闲的味道。下摆露出一截白色内裆设计，形成假两件的感觉，增添了细节感，更有新潮时髦的感觉。胸前的猫咪与英文字母的印花显得新颖又别致，带着一丝灵动的小心机，再搭一条破洞紧身牛仔裤，慵懒又自在。紧身的牛仔裤不但在视觉上更加显身材，加上一点撕破的街头感，就是最好的扮潮装备。百搭休闲的破洞牛仔裤增添了衣服的亮点，时髦的版型设计减龄又显气质。她在头上戴了一顶黑色针织帽，单手插兜，走路气定神闲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